你觉得这如果不是在削掐的话，绝对办不到的。哦，对了，削掐你知道？我知道啊，削跟削杂毛无同款。我削杂毛无同，削杂毛是诶，披头散发。不是那个。干嘛呢？ご覧の番組はシー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海車にくいぬい。哎，小四，你错了。啊，你啊对中啊，你无看啊，对中啊。啊。派去啊。啊，不要变成玩坏了，对中啊。哇塞，这不是才不到一个月。花头啊，真正来无人讲花头啊。放来花头。哇。为什么有一个你的分身？迷之身。对啊。他在哪？我家乡啊。小心啊。来啊。来。看小啦。估车啦。什么？一八年的。晶片呢？对啊，一八年的 Swift 呢。一八年 Swift， 好小哦，你看那么可爱。你好小一个。啊，你看，大家完美有没有？这支粉笔。粉饼有没有？粉饼，粉饼，哦，这是粉饼，家里啊？是什么？家里啊，来一口啊，卖冲的啊。他要跟我们换 V 零哎，哪有 V 零啊？五字头的、哦，对啊，如果不换五字头，这水箱护照有改过呢？哎、欸，好像还是他贴红线，没有啊，水箱护照改过啊，一八年啊、哦？对啊，这是 Sport 版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啊，欸、黑屋顶哎，黑屋顶。你讲话可以。我最喜欢看到这个，嗯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他为了怕车门的碰撞，嗯，所以他能够忍受他的车有一条这个在里面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是蛮厉害的啊。可是他这台看起来还好。但是你为了怕头敲到，要不要戴个安全帽走在路上？不会啊，这就类似这样，怕撞到。没有，人家爱车惜车，你不要嘲笑人家。我没有嘲笑啊，有的赛，加瓦赛，哦，那加赛要靠我这两千。我黑心、啊，好险你是吗？媒体部的，不，你是我们的人员吗？我一下就被客诉了。哎、欸，有小礼物呢。谢谢。哇，箱里面怎么有个檀香的味道？个人的哦，看到这个就知道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前面一定有改荧幕。你看这很特别哦，它握把。有啊，我头拄仔看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开门怪怪？哎呀，门一道雾。你看，他为了装这个侧边条。后门打开的时候会去贴到这个橡胶，而且在靠啊这，这真的很奇怪呢。没有啊，像这种边条，我记得外面卖的都是通用型，嗯，就是它不是 for 特定专用的，对，专用的，像进化论那种专用的。它这个就是回来你自己剪自己压的，它继续用啥？拿多啊？哦，你看吧，我就说 set up 不一样，换过原厂的。比一下，比一下哦，有没有？它改成有电镀，没有啦，电镀框是它原本的，它改成蜂巢型的，嗯，蜂巢型带红线，这个如果是在强国淘宝网，青，嗯，青，有没有？蜂巢型带红线款，嗯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有有有，这种说明有没有常看过？水滴型。带粉红色款，木瓜型哈，带五十元铜板款，五十元铜板款，你知道五十元铜板是吧？我知啦，啊，我知。白石妈妈你都不认识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想多啊，没事。哎，所以他这估设要付给我们吗？应该要吧，还是他拔回去？他就是付啦。那拔回去就没有道德了，我跟你讲。通常有没有像这种状况啊？我们在跟他估设的时候，我们讲说，哦，你这个改装品没有加钱，哦，我们原厂的比较好卖。然后客人就说：“哎，来原厂底下送你哦，没有，他说原厂底下，那我帮你改回原厂。啊，没有没有啦，那你那个改装的也要一起付啊，死活都要留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妈的，就是要凹就对了啦。哎，原厂脚踏垫哦，他改成那个黑色蜂巢款，他是养蜂人家黑色蜂巢款，这原装都新的啦，爱车人士都这样。像我那个218，我也是去买，换掉，对啊，原厂都不用啊，对不对？我先看一下跑几公里好不好？哎，这车好呢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包机，这是1.0的啊，这不出了啊？我知道，停产不出了，哎呀，最近涨价呢，哎，哇，南极星呢？哎，南极星，南极星，大家一开去，哔哔哔 ，K band， K band， laser， 好不好？有啊，看一看，看有没有。会不会现在人家改了？没有，还是一样。南极星雷射防护系统开启，
前方装置已连结。哎，他这个前面有那个呢？没有了，他现在没有 K 变 K 变。哎，有这个就代表哎，无照哦。前面又有那个探头，哎，无力照哦，三万八。你看他这已经改成那个安卓系统了，哎，很抖的哦。干部屁股觉得有点抖。哎，他这一。这我觉得可能跟我们上次试那个你的分身对吧，今天说哎追风，我觉得他这一台的引擎比上次那台 Blenno 稍微抖一点点，不像是通病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是里程啊，还有用车习惯，因为我们看到这一台嘛，我们直觉的是五力照、好，虽然车子要快快不到哪里啦，可能他也许就是比一般人可能会开的稍微再快一点，有可能。哎，这很贵呢，我是不知道现在多少钱。你有装过？我没有装过，可是你可以上网去查，这个雷射的这个很贵，真的，一般人装不太下去。而且我觉得装这个很吵，就吵呀，沿路一直叫，真的。不是，我觉得你这样有什么意义？这样像放羊的小孩，有没有？沿路都在逼，沿路都在逼，沿路都在逼。你知道这个最早的时候啊，连那个经过便利商店的门口都会逼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便利商店我有去问过，便利商店门口那个红外线，你走过去，那个电动门会开，那个红外线。好啊，因为你存在感低，你走过一电动门有时候不会开嘛。哦，对啊，因为你的存在感太低嘛。我中过好几次。所以哦，有时候以前旧的，你连经过一些全家 Seven 的门口啊，这个都会叫。那感应到那个红外线，我讲真的，以前比较旧型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现在应该已经都有升级了。哦，好，方向盘换挡，其实都一样，跟上次那个 Blenno 基本上大同小异啊。他这边做烤漆的嘛。哦，还有流媒体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有哎。流媒体一啥啥嘛？我知道。哎，阿奶，酒驾我有开好烫吗？你有开啊？关一下。好，关起来了。关啊！干啥？还是这样啊？哇，对中，跟我们刚刚的夹娃娃机一样啊，有没有？它是用粘的。用粘的，中间胶粘的。这个人哦，应该是动的 ground 的那个，应该也是对车很有兴，很有爱。你看哦，他这一圈哦不够长，有没有？他在中间再接一段，有没有 ？DIY 万岁，多一个 DIY 万岁，有没有？这买回来材料素材不够长，用接的。哦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很认真，他很认真哦。你看，他是到这边会卡到这个。哦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特别在剪一段来压在这里哦，所以你看这个很松哦，他也上一点胶呢，你看这可能是不是有打一点热熔胶？有啦，这里有打热熔胶，黑黑这个啦，好像实力控啦，啊，这实力控啦，实力控，喜欢控，实力控。好，我先看有没有撞，好吧？这个跟那个 HRV 一样，讨厌的侧开门。2018年跑38000，也是不少，现在2020年多，一年跑19000，我就搞这样了。哎呀，有在跑。哎呀，有时候开这盖子有没有摸半天啊，会不会显得不专业？感觉要很顺，有没有一开就开起来。以前啊，菜鸟的时候去估那个 Kenda， 你知道 Kenda 压桃你知道吗？他那个头可以举起来，然后会变成这样，你有没有看过路上的车货车的头这样翻起来？有啊有啊，我看过。好不好？他这脖子这边有一个机构一拉，好像然后那很菜啊，没有看过 Kenda， 不知道怎么拉那个头。出车那个老板就说：“哎、欸，阿旺，哎，你干嘛会挂钱？啊，因为不会开啊，你要举头才看到引擎啊。那、怎么办？又不能绕轨，人家一看就觉得你菜鸟。这时候你会怎么办？对啊，怎么办？你总不能说：哎、欸，请问大哥，这个引擎这怎么开？没菜啊，不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说：哦不，没关系，不用，不看了，发动起来，我听声音就好了。哇，哇，这里啊，这干的太菜了，怕被人家笑啊！你不能说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因为我第一天上班啊，不要跟去酒店一样，小姐每个都第一天上班啊，每个都是因为家里哦，妈妈生病要钱，然后弟弟出车祸，弟弟上大学没钱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一个女孩子先去读大学，对不对？再去酒店上班，那叫什么？势力，没有势力吗？哦，还有势力，势力爱钱嘛，珠宝。又去酒店，但你如果是先去酒店，再去上大学，什么认真向学。虽然他出生哦在酒店上班，可是他还是不忘了呢，要努力向上，充实自己，对，要充实自己，好不好？所以一件事情怎么说很重要。爱上你啊，跟爱上你是不一样的。别插嘴，跟别插嘴，哎，又是不一样的意思哦。我在。啊，为什么讲到这边啊？我不在。哦，抬头啦，抬头啦。我想，这么新的车其实很容易判别。因为它没有受到时间的风化摧残太严重，考古是最难的。
可是去年发生的事情，你再去看哦，比如去年发生的地震，你很容易就看得出来了，断垣残壁。嗯，对啊，可是已经发生了吗？100年了，所以比较不容易看出。对啊，因为经过风化。嗯，那车子也一样啊。其实车子哈，以前呢、啊，在修理事故车的时候啊，比如说你在车已经10年，嗯，那事故了，你把它修理好以后，会有很多地方的漆看起来都很新嘛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通常他们都故意什么，你知道，喷点油，底盘喷油啦，哈，或者是他有引擎室有坐过的地方喷一些油，然后再撒那个沙子。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这是真的哦。嗯。好，底盘也是哦，因为你有时候一顶起来一看，哇，这里有一条新的那个像那个开刀的痕迹一样，这样切过去切的嘛。嗯。你一看就看到，哇，那漆很漂亮啊。对啊。旁边的漆都很旧，那边漆特别新，你是不是特别容易被看出来？所以他们先喷点油，然后撒沙子，让它看起来有一点点好像就是有在使用，所以脏合理嘛，一些泥沙泥土啊，战损版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的技术没有那么纯熟的人，你可能会看不出来。哦，会被唬到。那还有一些第二种方式就是喷防锈，喷很厚的防锈。以前有那种叫做隔音薄油漆、薄油胶，它喷出来是黑黑的，然后一点软软黏黏的那种，它是在防锈的。还有一点点隔音的功能，那也是都做完之后就给它喷那个，所以有些车你顶起来，哇，下面都防锈，黑黑脏脏臭臭的样，你看不太出来那个车有没有整修过。所以像这么新的车，假设它这一片有烤过漆啊，马上就看出来色差，你知道吗？或者是这一边跟这一边的色差，你马上就很容易比较出来。看小师长知识，哎，现在网友都说我们干话不能太少，尺度很难拿捏，干讲太多也不行，太多也被念，太少也要退订，对啊。啊，我要比较合理的说，小事你做自己就好。啊，如果要做自己的话，整段都不能播了。哎、欸，好啦，啊，这个就是引擎稍微抖动大一点，可是也不能说它是坏掉，因为那不是坏，它只是使用度比较，坦白说，感觉比上，因为上次在保利好像开20000，对，再开快一倍的里程，所以引擎脚它VE也是比较合理的，对啊，多一倍的使用啊。你知不知道引擎脚这东西是自振，可是你常常在排档入档的时候，其实引擎是会动的，它会一直动。你有没有看过引擎动？有啊，对不对？你如果站在引擎前面，我在那边排档，你会看到引擎在动。嗯，所以那个引擎脚就是在一直动，承载它这个重力。固啊，所以你常开常开，是不是它摇的次数比较频繁？嗯，就跟哦，没事。哦，你常用嘛？对，对不对？啊，东西常用会就比较。啊，这边有是不是？路掉这个，哎，这别人的漆，我跟你讲，哎，有时候看这个啊，你用指甲去抠看看。你看我现在指甲抠这条线，可以抠掉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嗯，这应该是别人的漆，所以像这种状况，就可以去跟客人扣钱。哎，怎么我们扣惨的啊？你这哎呀，我扣惨，回来涂蜡，推这个好了。不见了，你看。不见了。啊，我把这根那么长，有没有？来看一下。哦，中指太长，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啊，这小拇指这样。拇指哦。好，我把一段弄。我只想比中指而已。我可以啊。其实还是有一点点，但是少很多了。哦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变短了。可是其实你认真看还是有。认真看还是有。这个多擦几次就擦掉了。对，通常这个就是为了保持它的原漆，就不要再做了。大家跟客人扣钱，好不好？扣完。哎，干！我这样讲一讲，以后来雇车，小师你卖 gay 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们真的是很认真的在跟大家分享，对不对？你出去雇车，被人家乱扣钱，你就可以去。对啊，不要拿这招来对付我嘛！每个人来说，哎，你小师呢？你要给他多高一点。啊，来买车说，哎，你小师呢？你要卖我便宜一点。他这里其实也有啊，有没有？对。啊，这个不行，这已经掉漆了。我手摸这个就掉漆了，这不好找。哎，对啊，对，那个它这个是已经掉漆了，这真的没，但是就是这个是真的没救了。反正哈，很简单呐，你如果车子不小心去刮伤，你用指甲去抠。嗯。如果说那个漆可以被你的指甲抠掉的话，那就是别人的漆，不是你的漆。所以你用粗蜡或者是用去脂油，可能除漆剂，你是其实是可以把别人的漆擦掉。你的好，你的还是好的。那如果是自己的漆不见了？就是、白白那就是没救了啦！如果你这样抠不下来，然后像这个抠不下来，就代表是你自己的漆已经不见了。这个地方要做了，这个不是我真的要那个，这是真的一定要做了嘛？好，不是我们没有乱扣钱的，好不好？不要怕我。当初双色好像要加钱，刚刚这个是自己去选，没有原厂选的，对，原厂选。这有两个小酒窝，有看到？这个人为什么开车都自己去弄脏？这里一个酒窝，这里一个酒窝，照了去了。人家都是这里受伤，然后你去看车的时候，你看铝圈啊，
你就可以看出一个人开车停车的那个这个人龟不龟毛，会去刮到铝圈就是停车属于比较急性子大啦啦啊，如果是比较龟毛比较小心翼翼的人，他就比较会去注意跟人行道的距离，或者是有一些他在停车之前他可能会去观察他离人行道有多远，或是人行道有什么突出物要小心这样。好，其实这就跟一个人的个性也有关系，像我是属于青菜那种，那像泰山就属于他很小心，可是还是会撞到，还是会撞到。干了，你要撞一个，什么时候撞好？不过我觉得会贴这个，应该就是我想，通常人就是这样。新车刚买个一两年的时候，都会，哎呀，都很固啦，镀膜啦，我大家都一样，我也一样。对对对。哦，还贴胶条啦，我脚踏垫敷得很好啦，过个一两年有没有？出现第一道伤痕以后。之后就习惯了，啊好气啊，啊乱那样啦，反正我再开两年要换的啦。对啊，欸，好了，差不多了啦，反正就两个地方嘛，然后里程多一点。这个车哈，当初新车是我记得是67.8万还67.9万，我不知道尾数是怎么忘了，反正就67.68万了。这不是什么版的，就 1.0T 啊，三缸啊，涡轮版。哦，啊这个车因为停产，最近有涨价，比去年稍微高一点点。上次 Plano 有讲过，有啊有讲。对啊，上次 Plano 讲错了，我记错了 ，Plano 是印度啊。哦对哦，你讲成匈牙利。对，匈牙利是 X4 跟 Vitara。Swift 为什么卖那么好？日制的，日制航空版，高清，五码日制。在这边澄清一下，上次语误，这个哦。新车68万，那2018年两年车嘛，不然给他折对半，68除以2，34万，还被丢，哎，会被打死。嗯，就是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行情嘛，可是行情其实是有脉络可循。好，给大家一个基本型的冷门车，欧洲车，福斯、奥迪那种，以车商收购价来说。我感觉啊，3年差不多折半。哦，对啊。烂一点的车2年就要折半，比如说，跟那个，那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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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车我不要在那边跟你们折来折去的啦。这个车现在市场正常合理的价格会在45到50万之间，看里程、看车色、看状况。它这个车色颜色不对，啊，这种车的车色要什么颜色？一定是白，没什么好讲，没有。就是毫无悬念哦，没有，因为这车是年轻人。那如果是年轻人女孩子要用的车，蓝色嘞？蓝色最近是后起之秀，嗯，最近我觉得蓝色的车蛮 popular 的，有稍微有攀升的那个迹象。啊，混动红是攀升了以后就掉线了，就还好了。哦，哎，爬到一个程度就不爬了。蓝色现在哎上来跟混动红差不多，但是灰色就是不行。啊，我们去跟客人讲的时候一定讲不行。啊，客人来看的时候讲，我跟你讲。灰色怎样耐脏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不用常洗车，冲一下就好。买的时候要一种说法，卖的时候一种说法。嗯，哎，不是我们这样哦，哎，大家不要误会哦。我觉得现在讲什么都要解释哦，啊，没有讲清楚哎，哎。啊，对不对？不行，要讲清楚，好不好？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只是跟大家分享说，外面的市场会有这样的情形，像刚刚那个七也是，我们是什么绝对不干这种事情的啦，我去就直接呛了啦，对不对？你是干小事来的嘛？好啦，简单啦，你要给我赚多少钱？一句话，做不到。通常客户讲出来以后，不好意思，做不到。哎，你另请高明，不好意思，哦，还不能刁他，对不对？要请他另请高明。哦，啊，送客还要送的委婉。好，我先去抢，我先问他要卖多少钱，两大片都不行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货过来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喂，那个明理讲好了啦，讲好了，乔后啊，姓乔好的，我跟你讲，只为腐化5232500416 BMW， 你觉得这如果不是在消掐的话，绝对办不到的。消掐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该消杂货赶快。消杂货不赶，消杂货是哎，他披头散发。不是那个。干安呢？嘿，消杂货。没有，那一定是他心里满怀的期待，要开一台，对不对 ？BMW， 男人都有个梦 ，BMW 的梦。人生第一台。对，第一台 BMW。他说了，他说这个车他开2年很好，没有问题，很棒，带他去很多地方，创造了很多回忆。那现在他觉得时间到了，差不多了 ，This is the moment， 他想要真进阶一个双 B， 而且其实后来谈起来哦，他这一台的残值哦，我们最后1零的价格在46万，那再来这残46万残值再加换523，其实他贴不多，小痛升级，那还蛮划算的，不能说无痛升级，嗯，好，花一点点钱进入双 B 的，这时候下面就很多人说，泰山会说什么？泰山会说。下面留言会说什么？那我叫后康，不是啊，美国的工具啊，你们搞不清楚
酸民的脉络啊，神经病啊，好，日本车不开啊，去开欧洲车啊，羞死你啦，哦，要装逼啦，回来他妈的嘞，羞到你脱裤子啦，哦，完了完了，哇，这么酸，跟你讲啦，人家在载马子，开着 BMW 载着马子去兜风去汽车旅馆的时候，妈，你还在家里留言，哎，对。对不对啊？我也没有看过真的跟我们买双 B 的哪一个真的脱裤子过了哈，我也没看过有人妈的，就是个我自从我跟你买 BMW 以后，我现在出门都不穿裤子了，我连他妈的哇穿裤子的钱都没有了，不一定买裤子的钱都没有了，我还没遇过啊。不是这个东西是这样，有时候哈，我们看不懂别人在干嘛，是我们不懂，不是说我们不做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所以尽量不要去，对不对？讲别人哦啊，开什么车啊？啊，路上。这么多双逼的，他开的都是智障，会边开边流口水，对对，他每个都没穿裤子这样，因为修理到脱裤子没钱，没钱买裤子的嘛，哦，他都修到妈的开车，你虽然看他在开车哦，可是你贴近那个玻璃去看哦，每个都没穿裤子，是，对不对？有吗？没有啊，应该没有吧？对啊，对啊，没啦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何来的脱裤子有，但我相信啦，因为这个车我们还是要跟客人讲得很清楚，因为毕竟他2018年的车换2011年的车，先与其不论在2011年的车是不是双 B， 就算他也是日本车，对不对？他也是比较年纪比较长，然后他年纪比较长，问题出耗材坏掉几率本来就会比2018年的高，这是一定的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就是说，现在它又是 BMW， 所以它的材料零件一定是比 Swift 贵，对，它如果零件比 Swift 便宜，那还不卖爆，不可能嘛？对啊。好，哎，而且我跟你讲哦，东西零件太便宜也不行，东西就是要故意贵才有尊贵感。LV 的包包有屌在哪里？没有啊，也是一个包包啊，装的东西有比较多吗？也是一样啊，就那个牌子而已，对不对？要尊贵嘛，它卖太便宜，人家还不要买啊。哦，所以双 B。好，进口车之所以是双 B， 之所以进口车，好，也是因为它的价格本身就是高。你如果零件卖它太便宜，你在侮辱它。哎，我真的遇过啊 ，B N W 进来修，然后我们帮他换一个什么东西，说，哎，这个零件3000，好啦，就修。你这是副厂的吧？我说没有，我们帮你拿的是那个鸟牌的。他说，哎，你有没有修好啊？哦，他不信，不信啊？你确定吗？会不会我回去又坏了？哎呀，三个月、半年又坏了。哎，这样我到时候回来找你哦。嗯，你知道吗？你卖他太便宜，在羞辱他，他怀疑你，哎，怎么可能？有可能啊。妈，我原厂换这一个一直在18000呢，好不好？所以哦，有时候定价就是这样啊。的确，他的毛病会多，零件贵，那个是一定的。只是说，我们买 BMW 的车，他要的东西不一样。男人还是该体会一下 BMW 的感觉。好，不一定要拥有。你看哪个马子，朋友马子很漂亮，你不一定要拥有它。嗯，你可以叫朋友说，哎，我气矿买来。我说车啦，我说车啦，车也是马子的一种啊。对。好啦，那基本上这一集这个 Swift 的已估啊，小狮带你已估就到这里了啦啊。Swift 已估2018年跑3800046000，回来卖多少钱，对不对？嗯。当然是要开50出头啊，回来我们再稍微整修一下，再整理，脚该弄一下，油换一下，弄一下，对不对？开个50出头，合情合理吧 ？OK 啊。啊，一台车现在停产了呢，我们开个53万，不会赚太少。好像可以再高一点。一层多少？一层加5万啊！5万啊！一层加5万，也才51而已啊，还要加修理钱。对啊，好不好？好，烤漆有没有？烤漆两片是要多少钱？跟你讲，青鸟大便啊什么的。青鸟很难清啊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工时要花很长啊。对啊，没有啦，有时候就是这样嘛，我们要维持营运啊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尽量透明跟大家讲，我们卖多少钱，啊，给我们一些利润嘛，对，因为这种车 CD 要给。假设我开53，跟新车68差15万这样。好，他愿意觉得可以接手就来接手，那因为不是我开这样，因为是市场上都可以这样，好不好？那这集就到这边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大部分的男人呢
砝码子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以前他下班的时候我已经在楼下等啊，现在是怎样？哎，现在楼下班了，哎，我还在家呢，啊，不然自己回来。不是说我出门了，其实还在家这样。没有啦，那让人家等到什么时候？干嘛呀？时间够久，过一两年，我还在忙呢，其实在打手游、打电动，有没有？像我就不会，不要跟别的男人一样，别的男人来搭讪你，都只是想跟你上床而已。我不一样，哎，我在阳台也可以，厕所也可以，对，我不止在床上而已。